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室，后台路相关的工作。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茨城，工资给予呢是20万到23万，日语要求是日常会话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公司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15点，到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司进行面试。